来都是为了他。黄澄澄又大又圆的悬日缓缓降落在两栋大楼之间，这是高雄新年路上一年仅有两次的特殊美景，犹如美国曼哈顿悬日，每次都吸引大批游客朝圣。28号这天刚好又能看见悬日，一整天也有游客陆续涌进街头。弹簧床业者看准商机，把床搬到马路上，邀请大家躺着看悬日，还找来肚皮舞老师当 model， 噱头十足，吸引民众围观。日出看落日看蛮多次，可是第一次这样子躺在马路边看日出，看那个悬日，我觉得很特别。对啊，应该是看不到了。对啊，天气，对，天气很阴的。有没有想试躺一下哪个情境？我不好意思躺啊，因为我们刚刚运动了一圈，所以一身都是汗嘿。无奈天公不作美，高雄的下午是大阴天，悬日并没有出现，也是继去年11月后第二次因为天气差没看见悬日。不过上次一整条街都封了，这是主办单位因为天气差，路口另一头临时通知没有封街，让民众母撒撒，还跟警方一度起争执。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那你可以跟你的那个主管讲啊，就不是你责任怎么责任，申请拿出责任都太阳都没有了。虽然悬日落空，但有网红相陪，也让民众直呼。